央视逢甲露天夜市的男厕所贴了好几张的美女海报，他们在看什么啊？两名金发碧眼的美女双眼瞪大，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到底看到了什么？顺着他们的视觉角度看下去，哎，好害羞，男生在小姐啦。哪家送的？那英雄啊，我从没瞧见过那个酒呢。那你也帮他背出来了？别哇，不是呢。原来这里是台中市逢甲露天夜市的男厕所，看看墙上的海报，右侧是惊讶美女图，左侧则是三名东方美女笑着伸手。一进公厕，男游客就被这群美女们环绕，上厕所时忍不住好奇抬头看，这下可苦了清洁公厕的阿姨们。够看黑啊，所以尿尿有人尿都偷擦了呀，因为不专心尿尿，但够看小水啊。逢甲露天夜市的男厕所每周末涌入超过10万人次的逛街人潮，因为年轻人多，特地请新锐设计师打造超有创意的墙面，有些人脸红害羞，有些人欣然融入图片氛围，但也有家长认为其中一张红唇特写有性暗示的味道，在公厕张贴对小孩子不太适合。逢甲公厕的墙面意外掀起话题。中天新闻林云斌、陈宇柔台中采访报道。